제7회 이거 매워요? 안녕하세요, 大家好，我们的节目每一次都介绍给你新的观光胜地。是啊，嗯，而且同时还可以学到我们旅游时用到的韩国语。当然啦。那么我们今天去的地方。 이거 매워요? 이거 매워요? 안 맵게 해주세요. 안 맵게 해주세요. 去谈一下还是要好一会儿呢，要不我们这个游戏啊？游戏好啊！什么游戏呢？啊，叫"嗨明菜来韩国菜名"。什么游戏啊？这是？这是很有意思的游戏。有这样的游戏？我就搜一自己编的嘛。是啊。哎，果然是天才啊！好，那开始吧。好，开始。啊，那接下来就是平底锅里。 放些油，然后煎出来吃的。嗯，平底锅里放些油，所有的菜都是平底锅啊。对呀，所以你猜出来呀。是韩国版披萨哦。答案已经出来了。已经出来了。嗯，不知道。好吧，我再给你一个关键性的提示吧。嗯，葱。葱。葱太简单。 太简单了，已经给了对吧？什么简单好难哦，已经给了。还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就它叫啊，是怕的。煎葱饼，葱饼，它的嗯，好可惜。嗯，好吧。嘟嘟嘟嘟嘟嘟，最后一个了啊，最后一个。嗯啊，就是这个用辣椒酱，苦醋酱，对，嗯，做调料的。 辣椒酱做调料的，我喜欢吃辣，好多都搁辣啊。嗯，与年糕和一些材料一起炒制成。我知道，知道了，就是韩国的떡볶이，辣炒年糕。叮咚叮，是떡볶이。对呀，啊，真的，所以就要给我做我要吃的菜了。好，那一说到炒年糕。 好像好想吃떡볶이。对，那你给我做好了啊，没问题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但是辣炒年糕会不会很辣呀？对呀，所以啊，吃饭之前你想问，你要吃的东西辣不辣的时候，应该问 이거 매워요 就可以了。这么简单吗？ 이거 매워요?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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아, 好想吃啊，什么时候好啊？ 做完了！哇， 떡볶이 来了， 짜잔！ 哇，但是觉得好辣，好辣，真的。 이거 매워요? 아, 하이밍不能吃辣的吗? 不是不能吃辣的，只是在前两天吃了一个韩国叫做什么，葡萄，真的辣到我喷火。那是真正的辣的。真的。所以，吃之前你一定要问辣不辣，这样说 이거 매워요? 就是啊，我要是早知道 이거 매워요 就好了。
对，哈哈哈。那我来解释一下啊。好，이거매워요这句话啊，就这样。이거就是汉语的这个，这里是你所指的菜，好吗？好。매워요是敬语，매워요맵다是辣，所以你好朋友之间呢，이거매워就可以이거맵니一样。啊，이거매워요，이거매워요。说的对，이거매워요，이거매워요。所以이거매워요？我为汉明特别做的不辣的，尝尝看吧。好啊。好吃。哇，好好吃哦！没想到厨艺这么好。哇，这么合我口味。所以嘛，也不太习惯吃辣的话，就吃饭之前应该说，提前要说，안매게해주세요。안매게해주세요。안맵게해주세요안맵게해주세요안맵게해주세요对啊，我真的是很喜欢吃韩国菜，但是就是太辣了。我有一个朋友知道吗？在前几天去吃辣炒年糕的时候，以为那个上面的沙司是番茄酱呢，给他辣的哇，真的。所以啊，一定要先问这辣不辣，이거매워요。然后如果辣的话，就给他们说안맵게해주세요。当然啊，所以现在我要去吃的话，我一定会这么说，이거매워요，안맵게해주세요。对呀、应该问，应该问。对，这里的안用在表示否定的时候。对，맵게就是辣的意思，所以嘛，就有这个词맵게这个词前加안就是不辣的意思。해주세요是请拜托的意思嘛，所以合起来就是안맵게해주세요。对啊，맵게해주세요的反义词就是안맵게해주세요。说的对，现在全是会说的안맵게해주세요了吧？当然啊，当然清楚了，안맵게해주세요。对对对，我们聊着视频，不知不觉就快到了담양来了。是吗？담양据说是竹子。的盛产地吧。对呀、我要给你看这东西。짜잔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什么啊？这叫竹布影。竹布影，竹子来做的。是干什么用的呢？竹布影，竹夫人，是竹子做的，竹子的夫人。对，竹的夫人，这样。晚上啊，他是晚上这样抱着睡的，床上用品。真的吗？怎么样啊？在跟我开玩笑吧？这样有意思啊。这样抱着睡的话，你看通风好。对对对，又凉快。怎么样？凉快吧？是好凉快啊。这样，那就是说这是竹子做的咯？对啊。杨帆什么时候到唐阳呢？快到了，准备下车吧。哇！去太阳逛一逛啊，大饱一下眼福。好，我们快出发了啊！出发，出发！这里是韩国最具有代表性的竹林产地담양，谭阳。在韩国产竹最多的地方是谭阳，谭阳的竹文化非常的发达，有很多用竹子做成的工艺品、食物和生活用品。这里是象征谭阳的地方，竹绿苑。竹绿苑是享受森林沐浴的最佳的自然地带。行走在竹林丛中，有一种可以使心情平和的效果，所以慕名来访的游客也非常的多。哇！那个是用那个竹子做的吗？对，那是竹子。好漂亮！你看那个也是。有意思。过去看，过去看。这里是可以看到所有与竹子有关的竹博物馆，这里陈列着用竹子做成的工艺品和艺术作品。竹子作品是经名匠之手制成的，这是制作彩箱的一道工序。彩箱是把竹子打磨成纸张般一样薄细后，涂上各种颜色而制成的艺术品。
普普通通的竹子，只要经过这位走过60年竹子工艺之路的名匠之手，就会变成美丽的名品。这里是可以观赏和购买名匠的竹子作品的地方。潭阳是可以体验到竹子的魅力和美丽的地方，欢迎大家来竹香遍野的潭阳。景色优美的竹林产地潭阳，潭阳如果从首尔坐高速巴士到全罗南道的潭阳，只需要4小时的时间。如果坐火车的话，在光州站下车，然后再乘坐去潭阳的巴士就可以了。祝您旅途愉快。今天我们学习了在饭店点菜时候用的韩国语，你们都记得吗？我们再来一起复习一下吧。要问这个辣不辣的时候，这样说：이거매워요，이거매워요。如果不喜欢辣菜的人，一定要记住，因为韩国有很多辣菜，一定要记住哦，이거매워요。然后你不要辣菜的时候，这样说：안맵게해주세요，안맵게해주세요。不喜欢辣菜的人一定要记住哦，이거매워요，안맵게해주세요。知道了吧？刚刚韩国语今天就到这里。下一次我们在另一个新的观光地见。好，是啊，所以大家记住，露营车之旅观光韩国语，欢迎大家进我们的网站www.arirang.co.kr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。好，大家再见，下次见。